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你们的厅很大哦。哇，这个特别的，它是属于这个可以跳舞的。来，Christine一进到你的家，我完全被你家吸引了。太棒了！你说你这个房间还蛮特别的。呀，这个是在 Pasir Ris 有13间而已，它是特别是HDB，它属于是Penthouse第一批的，普通人不可以买，只有 Silver Servant 的人。我是卖，而且我一进来看一下它的阳台。 很夸张哎，对，哇，这个阳台特别大哦。这个差不多有些地方的主卧房大概也就这么大面积。对，这是一个房间。哇，很漂亮，真的。全新加坡只有5个地区可以看到这种顶层是2层楼的公寓式楼房的政府组屋，分别就在碧山、女皇镇、巴仙利、后港和蔡厝港。 宽敞的空间面积介于1700多平方尺到2600多平方尺不等。我们现在要找的人是哦，有5面镜子，我们来数一数，好不好？来，对，一个就是我的主人房。哇哦，屋子这么大，需要用到镜子的地方不少，肯定是可以找到超过5面镜子。 这个打开应该不是厕所了，不是，这个是一个镜子，四面，还有一个片子在。厕所肯定有啦。呀，对，对吧？已经5片了，这边还有房间。这是我小儿子的房间。小儿子，对，这都2个儿子要公平的啊，你一面我一面，你一套家私我一套家私，对的。Christine， 哇，你家漂亮宽敞，谢谢。这么宽敞的地方啊，再加上这么多面镜子，看起来视觉更加好。 谢谢，空间更加大，所以下礼拜邀请你一起参加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可以，礼拜天整天可以。